盎格鲁撒克逊人呢，他是商业民族，商业民族他不喜欢政府管的，越自由越好，所以他把政府定义为必要的恶，对不对？他的那个关键词是恶吧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去跟德国人谈了，德国人正好跟他是反着的。德国人说，没有政府就没有文明，政府是一切人类道德的结晶，反着的吧？所以德国人有极强的国家主义传统了。相反，我们中国人是站在中间的，我们说政府是什么？政府是天下之公器，好人管着做好事，坏人管着做坏事，是不是？中国是最客观的，大家想想是不是？你把这两个极端比一下，从必要的恶到人类道德的结晶，中国是不是最靠谱？中国那个定义，哎，所以以后你们学政治学、学法学啊，既要学西方的啊，更要学中国传统的。我们那个老人的智慧啊，过去我们低估了，包括我以前也瞎批判，现在年纪大了发现啊，他以前胡说八道那个，年龄大了体会到一定程度才知道孔子太伟大了，大家看不懂才骂他。